田野那边也去找找吧。田野，田野是哪里呀？我直接回家哦。啊，还是没有路了。OK， 逃离他。嗯？哎，刚刚怎么了？刚手电筒为什么闪闪？这手电筒应该不会没电吧？到田野了，这边应该过不去。嗯？哦，有一个幽灵哎！我是要跑吗？哎、欸，那幽灵好像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？有、欸，我会不会老超过了？十块。山路附近有一名年轻女孩子失踪，哎、欸，还是一样。对啊，到田野了，就是这里吗？对。好，应该从上面绕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管不管，我们先弄这个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太好了，有这个东西就轻松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。其实这范围很大哎、欸，石头，对岸似乎有什么，可是桥坏了，过不去。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呢？代替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惊叹号。啊，这是草丛。代替是指替代道路吗？还是要找有没有那个？哎呦，这什么发霉的面包？这什么？这河马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好服饰的东西。哎呦，是一个鸟居，看起来像是个女幽灵。天啊，这里怎么那么多浮尸啊？天啊，好恶心哦！那浮尸可以浮到那个路上面是怎么回事？石头，应该是从那边过去的、啊。这边桥断了，然后，可是从这边桥断了，好像没有办法过去、欸。把我们走上面看看，浮尸用石头敲它吗？好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用换切换成石头哎、欸，用点的好了，哎、欸、不行用点的，我怎么切换成石头？哦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哦，我知道怎么转它了，天哪！我知道怎么转了，太好了！我在临死前，我终于发现怎么转它了。看石头要怎么用哦。我先习惯一下的操作啊，我把钱丢出去了。好吵哦！天哪！十块。哎、欸，这边没有路吗？哇，这边没有路。很难遇安安哦。哎、欸，看这边有东西。哇，你竟然在这边。完了，冲！
有一个问号，问号应该是这个石头。哦，直接死哦，好像有点猛哎。哇，因为浮尸害怕石头。阴阴阳阳。我们要找替代东西，还是往前走好了？需要找替代东西。可是对面那边没有替代东西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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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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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钱钱钱！吃的沙漏，沙漏能做什么？哇哦！哎呦，怪物也太多了吧！石头。啊！等一下。怎么来另外一只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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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看你也被吓到了。哦，这边有出现问号。这边好吵。软木板，太好了，不妙了。好多好多很大只的东西要杀我。它是软木板还是湿木板呢？可是下面有路哎。不过我拿到那个道具了，应该死掉也没关系。下面不是有路吗？哦，没有路，搞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反正木板已经拿到了。10块，丢不到，丢不到它。为什么丢不到它？有蜘蛛，怎么丢不到它啊？我丢超多石头的。我都得到地图碎片9，我这样会不会死啊？它好像。为什么突然拿到土碎片9啊？捡不起来。会影响我的视线。不过还好。对啊，拿东西死也没关系，这点真的是很好哎。还是蜘蛛走开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。把这个木板贴上去了。它写软木板没错吧？木板的碎片不知道是不是放太久，很不结实，踩上去有点危险。只是有点危险而已，我们还是过去吧。得到了坏掉的项链。得到了发黑的笔记。读一读笔记。这声音是不是太大声？救命！会被杀的，救命！这是我姐姐留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我一定会死？来了，这没什么好怕的。这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它还缠着我，可是好像也不会攻击我的样子。它只是在玩我而已。哎呦！哦！我以为它在开我玩笑。因为我真的会死，天哪，真的死掉了！我刚以为他只是一个很无聊的幽灵，在那边吓人而已，以吓人为乐，没想到真的是把我杀掉了。这个石头一直捡的，上面那个东西我想捡呢。哇哇哇！完蛋完蛋完蛋！他要生气了。他什么？啊！
它竟然会瞬间移动，跟捡上面的东西。诶，它，哇，这个还说丢石头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会不会？天哪，这鬼好像有点强。像这样左上，我没有，我是不能加速的，按一是没有用的。嗯，那个是还好，可是我想要拿那个东西。如果它设计上这个方向的话，就比较简单一点。就它个石头，没有用。你看它这样子，它都为什么要一直守着那个东西啊？我不解。哎，卡住！如果骗到他，我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的往左边走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拿到那个东西了。先骗出来。我大概知道了。这样子，勾在这里。哎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拿到了，满是泥的钥匙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他刚刚为什么没有发动攻击啊？倒是有点意外。满是泥的钥匙。等我一下哦。满是泥的钥匙，在田里捡到的钥匙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插在泥土里被染上了。嗯，那这个钥匙是要做什么用的啊？我们钥匙拿是拿到了，是要往上走吗？他应该不会出来了，还会出来？天哪！我玩这个地方以后，我想看其他实况组是怎么破这里的，难度真的太高了吧？气死我了！气死人了！好了，我先浪费硬币在这里存档啊，每次这样切换都饱了。崩溃。我在意的就左上角那个没有加速而已。我觉得那个这个如果是这个 bug 如果修好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还好。门打开了。嗯，没有追过来了，供奉一下吧，不供奉不行。好，成功了。危险，禁止入内，前方有悬崖。不管它悬崖，走吧。手电筒似乎不太对。没有啊，就是左上，你按左上没办法加速啊。对啊，所有地方都可以加速。这都左上不能加速，真的超诡异的。哎，怎么你还在呀？天哪！
No！躲这里可以吗？我觉得躲这里不行哎。走了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太夸张了，卡住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破完应该，来来来，对，来。不够了。年轻女孩失踪了，女性坠崖的可能性很大，但因为悬崖有坍塌的危险，搜寻工作难以展开。了解。好了，我来帮你了，我来帮助你，不要这样子，我来帮助你的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不要伤害我。哇，我没看到那公告栏。糟糕！我是来帮助你的，不要伤害我！哇，我怕他冲到我前面，这个是……跑不走！突然跑到我前面，我看不到。走到悬崖了，啊！走到悬崖要做什么？他把我推下去了，他把我推下去了，为什么？我是来帮助他的，你竟然伤害我，你这样太恶劣了吧！我很努力来帮助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好哦，看来蓝蓝玉没有成功。你怎么这样子？你这样子很夸张呢。哎，好险好险！可能性很大，展开了。晚安，谢谢收看哦。那加速没有成功。先看一下这个吧。搜寻功能中断了，没有十元硬币，所以不行。我知道终止了，然后呢？那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它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我走错路吗？好，如果是我走错路，我就觉得安心了。你确定我走错路吼？好。哎，干嘛？消失？什么消失？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我走错路吗？那要怎么走啊？刚走一条路不是吗？可其实躲着没有用嘛，他随时都跑出来。其实蛮多的那个草丛可以躲，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一个解谜方式啊？刚刚有一个门，我漏掉了吗？太早出来了，没关系。门是不是？等一下啊。哎呦，好险！我要进去，这角度超难躲的。对，这是个休息点，就是可以让它先消失一下。有东西？
破烂的衬衫。哎呦，好好好，下不去。这里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选择往下走。糟糕，这个角度……哎，不追了，他不追了耶！太好了，手突然伸出来，有什么东西突然咬我，我也不意外了。啊，谁知道我用跑的，我摔死了。哦，哦，找到尸体了，点点。这个人是快跟他说我会帮助你啊，不要，不是，我可以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能帮助你什么？我能帮助你什么？不是啊，你告诉我能帮助你什么，不要伤害我了。这边还是会追。哎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啊？你就这样子把我弄死？我看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可以给他？点点点，这个人是……是这样给他吗？怎么给他、啊？我们要怎么给他项链呢？我不知道怎么给他项链呢。我要怎么给他项链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给他项链？东西我丢不出来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给他项链啊？等一下，我没有给他东西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玩啊。靠近尸体，我刚好靠近啊，可是没有任何惊叹号跑出来呢。哎，怎么这样对我？我还要多靠近啊，我们的时间完全不够哎。哇，因为离他太远。再一次努力！哇，太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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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了 ！OK， 点尸体用点的，好，我用点点看。表现要表示我用左手操作花束吗？等一下哦，这个人是。不行啊 ！OK 了 ，OK 了，放下了坏掉的项链。大家停下来还是做什么？我消失了！哦，太好了，玩完了这个地方。你要去报警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用点的？他没有出现惊叹号。哦，我又跑回来了。捡一朵花给他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你应该叫警察来吧？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比方说，这个姐姐其实死的没有很久哎，看她的皮肤好像看得到肉。还有上面下面那个写字，还蛮有颜色的样子。要记录吗？当然，不记录的话真的崩溃。记录完成，哇，太好了！独自一人，
妖怪为什么会袭击我呢？我只是想要见到姐姐而已，只是因为见不到姐姐，人家很寂寞而已。可是死去的妖怪们也很寂寞吧？对妖怪们也稍微温柔点吧。